大家好，Hi，everyone。So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in Chinese. This is a Emacs recording of me working in Emacs. So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in Chinese for my Chinese friend. 大家好，我录一段的，我用 Emacs 的过程，先谢谢大家的帮助与支持，大陆的朋友，还有台湾的朋友，还有其他说中文的朋友，谢谢。那我现在就录一段我用Emacs 的过程，这个不是教学，也不是什么 demo，就是我平常用 Emacs 我写我的网志的一个过程，就这样，可能就随便看看，可能因为网上教学很多，基本的我想大家也都知道，所以这个呢，大概我录10分钟吧，5分钟到10分钟，太长的话，那通常。太啰嗦了，所以5分钟10分钟。好，现在我要做的呢，就是这个是我的网页，我的网页有这个我现在要把它更新，因为呢要有些部分要更新，所以我先弄一个程式叫做let's say global mwe command log mod。OK，so 这个我最近装的，它可以让你看到我按键或者是叫的是什么函数啊，就这样。好，这个然后呢，所以我现在一操作用什么函数，它都会在左边这边显示。所以呢，现在是10:55，11:05就好。OK，我现在要做的是，Let's see，set prototype，JavaScript map tutorial 啊，是这个，是这一页。这一页我要干什么呢？是size add entry，是map size，是我要把它这个函数的连接都接进去，现在都没有连接，所以 OK，so map prototype map object map prototype。啊，这一页是连接，这一页是，creating map, parent of map object, size of map, size。比方说，size 就要连接到这一页。size 啊，这个 copy oops prototype size 对，这个 copy 这个，然后怎样？然后 save，然后update 改变日期，然后你看这个 size，这就有多了，所以其他的也是要一样。entry 这个也要加一个 entry 在这里。
所以人家读了这个以后，这个是 JavaScript，人家读了以后这个，然后要详细资料的话，可以连接过去。So delete entry delete okay。Delete entry check existence has 在这里 has check value of a key。OK，然后这个 has，然后呢，这个是 get，然后就好了，最后一个。get，这边这个网页就操作好了，然后我还有一个事要做的是还有5分钟，那我还要再做一个，还有一个事要做的是我先把我这个送到我的网页上。好了，然后就会在我网页上出现，这个是我的 JavaScript 教材，这个我的是网志这里没有，我要加一个，我要说这一页，我们去我的 JavaScript 网志。然后说要加一页，然后加到我的RSS 就是这个让你可以订阅的RSS 就是现在这个档案，加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在这里5月28号，然后再重新输送到我的网络上，然后到这里，然后重新 refresh 就会出现以后去那里，就有了 size of map 就可以就有了 entry 的 delete entry 这里。好，还要做一个，大概3分钟就可以。还要做一个，就是我现在在看一个文章，这个 APL 是一个程序，是一个语言，旧的语言，它是主要是做数学的，矩阵，叫 matrix，大概是矩阵，所以这个语言呢，因为我是玩键盘的，所以我这个键盘这个很特别，这个是旧的，我也要放到我的网上去。所以它这有2张照片，我都想收集，所以我就先到我的键盘的地方，然后这是我键盘的博客，然后加入日期以后，我有一个 APL 的文章，所以这个是原因我要加进去。我的 APL 文章在这里，所以 APL 文章呢就先 copy 以后，先把 link 放在这里，就先把 link 放在这里，然后主要要做的这个就是要先要这个照片要先收集。两张照片，开了以后呢，我把它 save 到 download，这个也是，
save 到 download，一二。为什么我用名字一或者是一二呢？因为我有一个指令，如果名字是一或一二、一三等等的话，我按一个按键，这个照片就会输入过来。你等会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个指令。通常这些指令呢，都在我的Emacs 网页上，你都可以，只要你查一个名字，通常就会找到，你就可以，也可以放到你自己的Emacs 自己用，你也可以自己用。所以好，现在两张照片都了，都到了，然后我就，这叫一个指令，叫等一下，我要 i3 API 先，就是名字要什么，就先给它叫做 API keyboard 好了，然后重复，因为我有两张照片，所以我重复再叫一个，它，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就可以的两张照片都在我的网页上了，然后它因为我这个指令它会自动后面加一个random number，所以两个不会一个把前一个洗掉。好，这两个加了以后，通常我写博客的话，要作业的话，你要告诉这是哪来的，或者通常如果是它有版权的话，你要告诉哪来的。所以这个的话，这个照片很大，等会要缩小。这个是 Wikimedia Commons，所以要给它登一下啊。这个就很讨厌，因为它没有直接连接到这个照片的出处。所以通常这种情况，我要自己去找到这个照片的出处，比较麻烦。这个我就等会我下来以后，我就自己去弄了。但现在我就先做这个，给你看，这个也是出处，它没有那个没有连接，通常这种就比较很讨厌。因为你如果你你写博客的话，还有大陆朋友，如果写博客，如果你用我的部分文章的话，这最好就是连接。当然，每个人都是希望连接的，最不好就是你什么都不说，就抄人家的文章就放到你那。然后第二就是你说是出在哪里，比方说我是出在哪里，但是你不给连接，这种也不好。因为你如果是人章的文章嘛，人章写的就当然都是喜欢连接的。好，这两张这个弄好了以后，这个连接我等会自己再去找。然后，这个名字也不行，这个图片的名字不行，要改，因为通常我会要改一个比较适合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IBM 的5100电脑，对，好像是第一个是可以携带的电脑。所以我改有我有一个指令也很方便，就是你一按，它就可以，就这个指令，这个，所以我一样可以改名字，我要把它改成，因为这个不是叫 IBM Keyboard，这个就是正确的名字是 IBM 5100，这样子好，就这个就。就已经改名了，就所以很方便。你看这个档案在这里，就是可以改名，改名同时直接这里变换。但是，比方现在还有个缺点，比方这个改名以后，但是这边没改，所以这个指令还是需要修改。但是有的时候懒得弄了，所以我有其他的指令，就这样就处理就好了。这个也是这个键盘。要改，所以下来，
8分了哈，这已经过时了，这2分钟就结束。这个 keyboard 这个键盘是什么呢？这个是它这个也是也没有直接写出来，可能在旁边或者等会我就自己去看。好，这一个，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照片都太大了，像这个是22272，这个是39，它太大，所以我就有一个还有一个指令，我就要给它缩小，通常1500就可以了，大的话我就好，先弄这个指令，这个指令叫10FCE in C 哈，要多小的要1500还是1200？1200好了，好了，就它这个指令就是这个，就是拿这个，它就是已经自己create 就是新弄出了一个图片，就是这个，就是现在有2个图片，这个是原本的，这个就是比较小，1386×1039，所以你看它的 file size 差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图太大，就是弄小一点。那这个大的怎么办呢？这个大的就弄掉，弄在这，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这个是小一点的图片，大的呢就可以这边点击就会出来，这样，好，那就这一张也是，这一张实在太大了，先缩小一下，因为。1200，先1200。那这个，这个名字也不对，这个名字等会要自己去改。那现在我暂时不管了，就先把这个做完。其实这2张，事实上应该要放到这里的，应放到这里，或者是找别的地方合适的地方，的一个网页放进去，所以就这样。但是现在呢，现在就直接我先上传了，键盘，然后我现在就跟刚才一样传到我的网页上。你看新的档案都会传过去，好了，然后这边呢，refresh 就出来了，好的基本我就是这样操作，好了，谢谢观看。